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各位继续来收看《福气来的好好运动》这个单元。啊，今日同大家介绍个枪支太极拳，可能进入啊南方一个动作了哈。今日要介绍的动作喏，南将妹击，南将妹击哈。南将妹击的动作啊，较简单，啊较简单。第二，恁填上一排做的南将妹第二个动作，刷落个介绍哈。恁上排做填南将妹，右旁开始做南将妹的一，啊，就很多摸外边去哈。二，慢慢坐到这样来做脚。三，身体要回到前面来哦。四。你看啊，你看飞到去的时啊，念时啊，身体是飞到这来，你也是刷到个安那介绍来，南将妹击，你两只手飞到后背去，左手飞到这来，记为贴拍安尼的精手，到两门，搁抬安尼的左脚，同身体撑出来，慢慢撑。其实慢慢接到筋脚，看看，安尼脚趾头冇超过，安尼嘞脚趾啊，到两停下，啊，到两安尼时候呢，南将妹击啊，蓝雀为止啊，蓝雀为止，好，安尼过来，慢慢过来做一道哈，停右旁，立一。二、三，刷落来，松落去的时候接直的哦，回到上来，慢慢松到前脚去，搓到前脚，变黑，就是喏，南将妹直啊，各位要注意一点的是，就是讲，做了南将妹直的时啊。因个身体的位置哈，总啊同南将妹旁相款，所以你啊个动作同个南将妹右旁同相款，个差别是讲，因恁个右旁哈，你手几毛接拍，啊南将妹个指，佮是接拍嘞，接拍表示讲你个手啊松出去，啊松出去，啊旁呢？一左手冇松出去哦，左手托肩袖同肩头同昂，好咧。南将妹右旁同南将妹直青苔的插片，其他的蔬菜就差唔多啦哈，相反。好，安尼你啊，过来停，开始做到南将妹直啊，过来复习一下。好，一批是。起势，南将妹做旁，南将妹右旁，南将妹立，送出去念时接南将妹接。啊，做了南将妹击的是要注意哈，吼，安尼，你啊，停了右旁接
离接近过来，看见擦撇头内行哈，哦，手分开来哈，男将妹右旁，离。好，各位有看到吗？哈，你看我做了个右旁倒立倒直，我的脚步哈，总哈无疼痛，无晒胃哈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，可能腰都疼痛，前后不走过来呢，左右不转，所以练太极拳。多梅啊，中下头练那个腰啊，那练的是轻松轻松哈，动身法了呢哈。好，过来做一遍哦，右旁，立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七，到这来，手指搭胸下了，送到前脚。哦，胸宽做一个休息啊，上到筋脚变好，左脚慢慢收进前，变黑，两只手变哪改，身体慢慢起起来。好，啊，我来了了解说哈，那个来南疆妹直，你两只手哈，胸下松出来干嘛呢？给安永军摆。你阿手男将妹离亲妹阿动作拍，安尼脚带两个手向下走，前面那只金手又是向右旁，左手呢手心啊，左手个手心哈，搭配下金手个手腕，搭到了，唔免搭到手心对手心嘛哈，哎。左手的手心，安尼讲劳宫穴啦哈，劳宫穴，搭到筋手的手腕了，安尼搭下来松出来，捏一点，听一点哈，安尼做了直的时啊，注意哦，是唔得变啊你哦，捏都变松咧，捏咩直啊？直的意思哈，系用身体松出来，唔系用手腕来堵出来哈，好，按你用拳做到了直呢。那就是两个手掌，你看看手掌哈，那那个手掌哈，是吹到个，你后背咧，身体是不用较轻松啦。啊，人讲咧，两个手掌拿起来，哦，咧较紧张咧。练太极拳哈，倒霉啊，身体感觉无办法紧张的所在，所以人咧紧张是唔错，就不用那个手掌收那个，你肩头啊。吹到个，啊，两龟身那个啊肌肉哈，佮综合比较轻松那个，啊，咱来坐下，好休息。好，啊，你练到两下，你练其他事的哈，哎，啊，唔过呢，啊，听讲到哈，啊，恁做咧，男将妹右旁。离直，你个膝盖通作干嘛？唔要感觉讲，哦，安尼脚步中哈，唔要受惯安尼，啊，了了又粗下来胸宽安尼，粗到咧脚啊当伸软哈，啊是到朋友看你个闷哦，我安尼对安尼个脚啊唔得要认真无啊。当然，安尼处处练习个时哈，安尼唔是粗太低，是得起个高一岁。这可以说练一点，哈、哦，譬如讲，我练练本，各位看下哈，恁、哦、做了右旁，我看恁要做安尼，安尼哈，当然的，脚力哈，要用较多了哈，按呐安尼，哎，安尼是较上头了哈，所以那个感觉哦，脚膝头呢，可能感觉一冲一酸软，你是略略起较高头。啊，不过注意一点哦，脚趾头哈，胸宽要对下脚趾啦，
哈，你看，我按的时哈，伊咪去对迄脚趾；我按过的时哈，伊咪去对迄脚趾。你系冲点，哈，是唔得讲？哦，我较短的时两对到咧，较高的时才变安尼哈，安尼，安尼是魔法兔前面变多七分呐，啊，安尼练太极拳，将两后的脚势哈，总下差唔多，总下系七三。然后擦片哈，啊，主要是擦片的内行啊，听讲哈，那个手卡低，手卡低，你都感觉你的脚哈较吃力啦，起较高哦，你脚较轻松啦，哈，也，嘿，大家在练习的时候，是在嘿自家去做哈，可能差不多起到马街高度，练一点，过来。啊，练练练，感觉哦，啊，有嘛个运动是得本，你脚趾头，啊，不用较轻松点嘛，是的，哈，一般的哈，那个热身操、松身操，总下做的哈，因为主要几个同安那关节，还有安那个肌腱，啊，是不用轻松啊，运动总下是的，啊，两来介绍哈，介绍两种本太假，第一种是嘿。你啊，脚趾头哈，当然呢做的是要先晒到一片哦，一片起，一片不用轻松，哈，安尼，轻轻哈，轻轻安尼，拿起来不用那个，拿起来不用那个，哈，啊，你哈，唔是用一太，你看我两个角度就要改变哈，改变，哈，啊，唔用力安尼拿安尼拿哈，安尼。用轻轻细的你来做，做两个改变哈。啊，你只脚练好嘞，弯两片，弯两片，起好了后，然后慢慢拿起来，慢慢变那个，拿起来，变那个。好，练一种了哈，过来一种，嘛当简单，唔是咱来起白白啊。两只手呢，撩撩，面黑，啊啊，安尼，灰眼球，啊，嗯，左偏灰，近偏灰，中下是的，啊，你撩撩灰眼球，啊，你咪轻松轻松做哦，唔是安尼嗨都一太了哈，哎，那轻松轻松做，啊，啊，来听你讲，还是第三种，啊，唔是的安尼。安尼，扑扑咧，哈！安尼脚趾头顺风哈，要动到个肌纤维、肌腱。安尼练了太极拳的时候，因为安尼那个姿势的关系哈，肌肉来很，哈！安练熟了后，安是了了你扑扑咧，哈！顺风扑扑咧，前后扑扑咧，哈！阿莫练底下，哈！小腿，安尼太极臂。中下时代，你做哪里？大大的，好弯脚，安尼，好。你可以，唔是甲大先，比如讲啊，你差不多大几台力，啊，唔好讲哦，只甲大了肿肿肿哈，冇可能啦哈。所以你那里，只甲是安尼，泡泡嘞，泡泡嘞。你对人呢，啊，血气头行哈，当有帮助啦，哦，血气头行，还有一点。各位是在托生活当中哈，来学习不用轻松。其实你阿妈喺外教太极拳，同大家分享轻松这个一点。咁很重要呢，是讲，安尼行路的时啊，尽量哈，尽量讲，唔一只脚落地，一只脚是不用拍。啊，你看下咧，进脚落地哦，左脚不用拍。我咧脚趾头嘛，不用轻松哦。过来，左脚落地，正脚不用平看，脚趾头。你脚趾头那弯翘，你不用平，其实咧有血困个机会。所以练太极拳，练到后背，其实从下头练一只脚。啊，安怎练一只脚呢？因为哈，安那有发土啊。不管是啊，总下一只脚的时代维持身体啊，
我南湾一只脚，我当然是得去困啦，啊，所以练他去看，亲他的目的，所以讲，我随时中下有一片是得去困，也是按照虚实分清，哈，所以咧同大家分享亲他的这个一个心得，好，今比安尼个节目是多良哈，真发啊，落来大家收看，谢谢。